自鹿江国中小第三期工程的完工哦。那最主要是以我们的活动中心还有我们的操场为主，总经费是1亿1725万。那它三期的一个工程总经费是4亿1680万哦。那最主要鹿江呢是一个公办的一个这个实验学校，那以国际教育、科技教育还有我们在地的这个传承，那为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心。那在这边呢，他们除了把我们鹿港在地的一些新传的部分哦，工艺的部分做了很好的一个传承，很重要。它也是我们教育部2.0哦，我们国际教育的一个示范场域，那也是我们彰化县 AIOT 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衔接点哦。那透过校长跟老师的用心，在2021年，我们在天下亲子里面获评为我们全台湾的100大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学校。那先再再的显示出校长老师们的用心。那学校又有一个特色，通常都跟我们的这个包括菲律宾呐、包括一些相关的国家有做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一个连接哦。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校长跟老师。那谢谢我们议员对于我们预算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我们在投资教育上面这几年来总共也有50多亿的一个预算在于我们的软硬体方面，希望能够让彰化的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更好的一个这个受教的一个这个开阔的空间。那这个大楼最主要的特色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比较多？它最主要的融入我们在地的一个这个建筑哦，前面我们的2期已经有得到我们的一个相关的金兰奖，那这一期我们还会继续来报。那最主要它融入了我们鹿港在地的比如说它用很简约的方式，那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有做它相关的一个融合这也是我们建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跟亮点。我们鹿江国中小能够新建这些校舍，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宜学的一个环境，它融入了我们在地很多的元素，所开的课程也融入我们在地很多的一个文化，融入更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所以能够在我们鹿江国中小来这边上课，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这个工程主要包含活动中心跟200公尺的操场一座，那这个工程的完工，代表整个校园的一个建筑已经完整的呈现有静态跟动态的一个空间，未来学生在整个学习当中将会得到一个更优质更完整的一个呈现。来，风声